玲玲真乖，丁丁，请你以后离我女儿远点。
好，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电话。喂，您好。丁老师，你好。我想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您通话。我已经决定放开那个不属于我的男人，离开这里，到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。听见你说这番话，觉得特别特别的欣慰。你选择离开这个城市，我不知道这对你的未来算不算是最好的选择，但是你选择了离开那个永远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男人，我觉得这是你做的最好的选择。你还年轻，你有非常非常广阔的未来，我衷心的祝愿你一路走好。